我是冯锦雄，今年63岁。今次咧就有幸咧，我同埋我太太啦，同埋翟律师啦，去参加喺智利嘅一个超级马拉松啦。我哋藉住呢一次嘅机会啦，咁希望为香港截肢者协会咧系筹款啦，咁希望就系可以系做多啲善举咧，就系帮助呢个截肢者啦。比赛最难咧就系要自给自足嘅情况底下喺沙漠行7日，咁横越咗沙漠啦，咁。不單止行啦，等於每一日要行一個全程的馬拉松啦，再加上要負磅啦，大概每人要孭超過10几公斤的重量啦，咁呢個係對於體力啊、耐力啊一個好大的挑戰。咁另外藉住今次機會，亦都可以去籌一個款項啦，就幫助個截肢者協會同仁啦。咁希望能夠佢哋能夠活得精彩一啲啦，重拾佢嘅信心啦。我係馮錦雄，今年63歲，係一個退休人士，亦都係截肢者。請大家支持馮 Sir、馮太、翟律師參加2015年阿塔卡馬超級沙漠馬拉松的比賽，支持香港截肢者協會。